那么在讲义里面解释说，或为日月之精华，或作星辰之明耀，吉则月修真，凶则月救真，载物而为灵活，傍诸其类通色。按照注解的说法，修旧精明就是本类的明目啊，它或者是成为日月的精华啊，或者是成为星辰的明耀，这是解释这个精耀两个字啊。修旧精明当中的精就是指的日月精华啊，这个星辰的明耀就是那个明啊。那么修旧两个字啊，修是好的，急的好的就叫做修正，不好的凶的就叫做旧正，就是吉凶了，世间讲究吉凶的，好的是吉，不好的是凶，这是说那个精要这个意义。而在物品当中呢，就是动物像人活像棒猪这类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满满的到处都有啊。这样的解释啊，大致看起来好像能够明白，但是这既然是受身的现象，就是不像受身现象，这个说法不像受身现象啊，因为这是十二类受身的现象吗？那么这个有色的受身现象啊，是这样子吗？这种的解释能不能通啊？这里呀，这个第五种跟后边第七种很相似，很接近，不过后边第七种完全按照这个神鬼精灵方面说，而这对第五种是注重在做好做坏的修旧两种情况说，好的修，不好的旧，越这两方面说。但是如果说它的声音这就很难了解了关于这个萤火在这个长水书里面呢，他也写着这个缺火，就是薄缺的缺加火字旁认为是缺火但是缺火的缺字啊，查字典呢，这个缺字是火把古代没有电灯，都是电火把。而这个火把的做法呀，古代用这个艾草晒干了绑起来，万一晚上需要做什么事情，就把这个艾草的火把点着了，一个人拿一个火把尤其在古书里面说，这个缺字啊，是古代在晚上行祭典的时候用，古代晚上祭典的时候啊，才用这个火把，而这个火把一个人拿一把，那么多火把起来就是很亮了那么原来那个缺火的缺，他把它解成这个火字旁薄缺的缺那么这个意思与这种道理有一点相近，但是经文里面明明说的是萤火，萤火是萤火虫就是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唱的歌是我大陆呢是卡里马洛呢尤其我还记得这么两句了，再往下我已经念不出来了那么这本来是古代的人火虫所以这个三字经，人之初的三字经里面写的说如囊萤，如隐蝎，古代人读书用这个透明的布囊把这个小萤火虫抓起来，抓了一大包
借他的光来读书啊，穷的人没有钱买油点灯，用这种方式啊。也有一种注解啊，说那个缺火啊，火字旁做过薄缺的缺的那个缺火，他说那个缺火啊，可能是墓地间的灵活，墓地的灵活，公墓啊，墓地的灵活。这个事情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经验，我这个小子经验实在太多，我在小的时候我亲自看到，因为我的家在狮头山，狮头山的半山，老家在半山是个石洞，我那个半山的石洞的老家对面看过去，右边右前方正是一个公墓，右前方是个村子里面的公墓。我在这个老家，我13岁的时候，老家的这个小神庙就变成一个扶栏的啊，晚上啊，架起扶栏，一个月最少有2次，初一十五啊。那么经常啊，我13岁的时候在哪里当副机，我曾看过几次，看到这个墓地的灵活。这个墓地的灵活是什么样呢？这个墓地的范围啊，到了晚上，它要发生这个灵活的大游行啊，哦，很壮观的，你没看过哎？这个大游行啊，这最先在哪某一个地方啊，发生一个这一个火，灵活，火是尾巴是尖的啊，这三角形下来啊，会摇会动，那么一把出来了，慢慢会增加，2把、3把、4把，然后就一直排。前面的一直走一直排，就绕那个公墓绕一圈，满满的这种的灵火，就整个墓地满满，而他们都在走动绕圈啊，绕到大概是第3、4遍吧，我不曾去算过，绕过几遍之后，然后他就回到某一个地方，在哪里集结，在哪里停下来，最后过了半夜他就没了，就散了。最奇怪的地方，你看那个灵火停在什么地方，明天人家送葬这个埋葬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奇啊。我因为发现这种情况，我还小不了解不懂得这个事情，那么大人呢，他也看一样是可以看得到，那么他看到他停在那边呢，他晚上注意哦，停在某某地方，明天后天有人死了送去埋葬，就是那个地方，这个灵活停在哪里埋葬就在哪里，这好像他们事先准备欢迎某某人要来啊，我先来啊，大家的这个同庆一番，然后啊欢迎新的同伴到这边来，好像有这种味道，有这种味道，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不是我随便说，是实际上的情形。我现在在讲的时候，我的脑子还会现出那一种的现象，很清楚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这种的现象啊，有一种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月亮很亮的时候不会有，都是天黑黑。像这个时候啊，这个初一前后啊，那个天很黑。啊，连星光都没有的时候，那个灵火特别亮，特别亮，啊，这是我亲自看过的，地方上都是说的不好听，叫做鬼火了，啊，但是这好像啊，他那个地方会有新的同伴进去啊，他会就事先出来绕了这么几圈，然后停留在这个埋葬的地方，啊，我曾看过三个晚上停留的地方都不一样，而那一段时间不过不会超过7天内都会死了3个人，这3个人呢埋的地方都是他停留的地方，非常非常特别。所以这种的灵活，可是是不是受生因缘没有办法了知，因为这个活的出现啊，就是晚上看一看，等到明天没有了啊，而这个活的出现是不是那些灵鬼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出现，也不得而知啊。
所以世间上啊，奇形怪状的事情啊，多得不得了。上面这个关于讲义里面的解释啊，大致是可以看得懂。那么其他的注解，还有像楞严经指掌啊，他的注解还增加一些名相。他说托彼金明示现修旧，如天上星宿之类，又是由报己凶神，往往假托灵物，以此类色。这一点呢，讲义没有抄进去。他说世间上有一些专做报己报凶的那一种神类，什么呀？卜卦的啊，他们会这个问卦的。问吉问凶好坏情况，这往往是假托神灵，说某某神某某神出现，嫁居湖南也会有这种情况，我曾说过，我13岁当副吉，就是正吉轴站在一边，那么他是两个嘛，这两个是一个人拿一边一个，如果是只有正机拿的话，这边不平均啊，所以这边要有一个副机手拿住不要动哦。我13岁，身体很小又矮，垫那个小凳子啊，站起来差不多啊。那么有的时候啊，我小孩子会玩啊，想跟神玩啊，怎么玩呢？手用力抓紧一点，哦，不得了哎！那天晚上如果用力抓的话，今天晚上睡觉痛苦了，整个嘴巴好像被打伤一样，痛了3-4天，不能硬抓。只要手捧住，啊，不要用力，用力是自己吃亏，这我亲身经验啊。究竟他这个沙盘里面，写出来的是不是有字？我是副机不得而知啊。而那个正机是念念有词啊，他好像是看到有字啊。不过有一点很特别啊，灵鬼附人身说话呀，都会靠这个人的习惯而来办事啊。假如这个正机的这个人是个烈性的人物，火爆性的哦，那凡是无论不管你是什么神来哦，他的那个神的名字很多了，他这个无论什么神来啊，都会有很强的力量啊。这个拿着这个桃子啊，也是打得很重啊，并不有，而他做的诗啊，也做得很有分量啊。那个时候太小了，不了解他的作诗的这个诗的味道啊。不过有些诗啊，我听得太多了，也差不多听一两遍都可以记起来的，听得太多了我都可以过背啊。所以这个灵鬼附身啊，就是例如说服软的啊，还有这个跳党啊，他们都有一套，都有神灵附在身上。不过很奇怪的，他说的都有姓有名哎。我记得我在湖南的时候，他说古山的释迦牟尼佛黄，下面有个姓黄的黄。这个南海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灵，后边加一个字，他为什么加那个字啊？他说现在的观世音菩萨是姓灵的人在哪里座位。但现在古山的释迦牟尼佛是姓王的人在哪里坐位置，他们是这样子说的。所以他是神佛不分啊，什么神都有。有的时候孔子也来啊，不过他没有二佛三佛啊。那么有的时候啊，太上老君也会来啊，还有什么元始天尊，还有什么啊，好多好多仙的名字，南极仙翁啊，我记不得那么多。这些灵鬼啊，如果是好的，以世间人往往会有一些帮助
啊，有一位伏击伏燃的专门是做医师的，开药方的啊，哎，他如果有人问病状，开起药方来特别像个样子啊，跟平常时就不一样，而且他那个药也会有灵验啊。为什么？伏击本身就是医师嘛，他本身就是医师啊，听到你所问的病啊，我想灵鬼跟这个伏鸾的这个人两方面的这个医学混合起来是有作用的啊。我只听看过他这种情况啊，他们开药方很有道理啊。那么听说拿回去这个治疗啊也是比较有功效，原因是他们两方面都是医的话不得了的啊。那么这些医生的神里面，孙思茂也来啊，扁戏也来啊，这是没有看到他的样子，不晓得长得什么样子就是了。还有这个执掌里面的解释啊，他引用涅槃经里面的八十神啊，他说这里所说的所谓修旧精明啊，就像大波涅槃经里面所说的八十神，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涅槃经里面的八十神啊，涅槃经有南本北本的分别了，南本涅槃是经过慧观法师、谢灵润居士等他们重新重制过的啊，是把这个文词重修过的，比较念起来比较顺。那么一共只有36卷，北本涅槃呢是原来这个檀无谦三藏法师在北凉翻译的40卷，那个原本翻译的涅槃经叫做北本涅槃经，原来他翻译的时候就有40卷，所以假如说涅槃经要分出是南本还是北本，南本北本呢、啊，把这个卷数不一样。例如他说的那个八十神，这个八十神的名相，如果是在北本涅槃是在第24卷，如果是在南本涅槃是在第22卷，啊，因为它相差4卷了啊。为什么涅槃经里面说这个八十神呢？他说当时印度啊，那个时候也是多神教。什么神人家都拜，他说这80种神呢、啊，为当时印度人所崇拜的。这个80神是哪80种呢？在《涅槃经》里面，就是北本涅槃的第24里面说啊，有12日，12日啊，就是12时辰。《涅槃大疏》里面的解释啊，他说这个12日就是12时辰。就是子除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时辰。例如今年是壬午年，属马，今年出世的人就是属马啊。那么处牛虎兔龙蛇马，子除寅卯辰巳午，羊猴鸡犬猪啊，就是未申酉戌亥，未是羊啊，申是猴啊，酉是鸡，戌是犬，就是狗，旺旺的狗，亥是猪，亥年出世的就是属猪啊。我是辰年出世的是属龙啊。那么这个12时辰，12日。这个大书里面的解释就是说，这就是12时辰呐、啊，所以叫做12日。还有12天，印度人所崇拜的12位天使天人，还有5大星，5大星就是金木水火土了。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就是5大星，就是5行啊。啊，还有北斗星、马天星、行道天。波罗多八戒天、功德天，这是单名字。还有28宿，28种星宿啊，这个一方有7个星星，四七二十八星宿。这个28星宿跟中国的说法大致差不多，
名相也很相近，经文里面也曾说到啊，还有地天、风天、水天、火天、梵天、罗陀天、阴体天、鸡摩罗天、八北天、摩西首罗天、半阎罗天、鬼子母天、四天王天、造书天、泼树天，这样子就有八十。但是这个八十神也属于这个第五类，但是并不完全像是，有些地方不一样啊。那么这些无关重要，可以不必去求解释。那么我们讲到今天为止啊，就算是十二类神的十二种当中讲了讲到第五种。还有七种啊，我们停一个礼拜，在过去的礼拜天就是农历的十五，继续讲下文啊。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礼拜佛说弥陀宝忏，恭请赞佑法师领众。日期9月27日星期五，时间下午1点半，地点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主法。日期9月28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下午2点佛学讲座，阿弥陀佛48大愿，主讲湛江法师，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0728202278，0728202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
古老的东巴画是最具特色的纳西族美术遗产，一般分为地狱、人类、天界等部分，画面色彩鲜明艳丽，人物造型生动，主要在表述生活作息和造恶受惩、伪善得乐的因果观念，既受藏传绘画艺术影响，又具有纳西族传统风格和特色。我们纳西族的东巴教啊，它把整个宇宙分为三层：天堂、人间、地狱。做好事就上天堂，做坏事就下地狱。其实这个或多或少跟佛教是有关系的。大家来看这幅，这个人呢是一个长舌妇，搬弄是非，嚼舌头。长舌妇的下场呢就下了地狱，然后呢小鬼呢就把他的那个舌头拉得很长，看到没有？然后呢留在上面离地。其实地藏经里面也讲到长舌根离，就告诫我们要注重口业，不要乱说话，不要引起周围的邻里不和。那幅图呢我们叫做青蛙八个图，只要看到这幅图一定就是纳西族人的了。青蛙八个图啊，传说这是金色的大蛙把一本东巴经书吃了，天神生气射了他一箭，箭从腰中间射过来，箭头是金属做的，箭尾是木头做的。青蛙呢临死之前呢口吐鲜血而亡，血代表的是火啊。青蛙临死之前撒了三滴料，代表的是水，指的是正北方。趴在一块土块上死的，金属指的是正西方，木头指的正东方，所以金木水火土，包括它的四只脚代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几个方位就有了，是我们纳西族东巴用来占卜算命的，跟我们的道教八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没有受到八卦的影响。周围的这十二生肖，这个倒是受到我们东巴那个汉族的影响了。跟大家再看一下这边呢，有几个字，这几个字代表是东南西北，代表是方位。东巴文化最令世人瞩目的是东巴文，它是世界上少数还在使用着的象形文字，被誉为是文字的活化石。创造于1000多年前的东巴文有1400多个单字，丰富的词语能够表达细腻的情感，能记录复杂的事件，亦能写实作文。如果单单把这个字拆开来，这个字呢它是竖着是这样子写的，它代表是女性、母性、雌性，都是这个字。这种文字呢它是这样子的，如果一棵树是大树，一朵花是漂亮的，它就会标上旁边标上这个符号，那它的意思是漂亮的树、高的树。那就是说我们创造字的时候，凡是好的字眼都会加上这个女字旁，也就说明一个问题，创造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女人的地位是很高的，甚至还比男人的地位会高。是人生，成就生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